全球注意，韩国赛来喽！ 韩国明星都大肆整形，颇抖自己的身体，只为了迎合社会对美的期待。但有个人拒绝同流合污。掌声欢迎韩国赛普在上。 根据 YouTube 点阅率，他要变大明星喽！赛的单曲《江南风格》一夜爆红，连小贾斯汀也对他产生兴趣。外界传言，朴在上这个礼拜将跟小贾斯汀会面，一起讨论合作计划。 的超人气可能一路超越女神卡卡，谁知道呢？也许赛风暴将把小贾斯汀热吹袭也说不定。你觉得韩国赛将成为明日巨星吗？啊！有什么感想呢？留个言吧。